No es que te quiera, dale un poco a ti. No, es que tú no lo robas.那就不行了，那这样就不行了。我以为你是流水线呢，如果说明天晚上就直接过去了，那就不好了，得等下一个找呗。你现在是有气缸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只能是做开发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设置一个时间，就是说每个20秒给一个信号出来，是吧？给你那个气泵，还是给哪个？啊。如果说也是用那个条码感应的就好了，你这气缸如果说条码没扫的话，气缸就不顶，那就可以了。